前 EXO 成员鹿晗大声咆哮，因为眼前这位司机跟车跟紧紧，还差点酿成车祸，让鹿晗气得下车理论。我车靠边，我就不走，带着我走。我今天我不走，带着我走。看到鹿晗如此火大，司机也不甘示弱，频频挑衅，大声回呛，这下更让鹿晗情绪失控。此时包车坐在后方的粉丝却丝毫不顾偶像已经大动肝火，还殷勤喊着鹿晗的名字。鹿晗，就是你是吧？鹿晗。然而这其实也不是头一回鹿晗深受粉丝打扰。没有在微博曝光鹿晗在绍兴火车站台遭到大批粉丝接站围堵的照片，不少粉丝透露当时鹿晗求大家别挤了，别挤别挤，求你们不挤了行吗？无奈粉丝还是把车站堵得水泄不通，鹿晗只能无奈呆坐站台，随后还在个人网站po文要求粉丝理智点。不是比赛，我只是热爱，难道说你还听不？身为韩团 EXO 前团员，鹿晗单飞后人气依旧不减，在大陆演艺双栖，这回却因为粉丝跟车差点酿成车祸，让总是在镜头前笑眯眯的鹿晗再也忍不住了。我车靠边，我就不走，你带着我走。我今天我不走，带着我走。记者宋浩报道。今天我就。